Beautiful. 它不是奇数哎，为什么它不是奇数啊？这个盾量其实蛮值得处理的，因为它不是奇数，所以可能会有盾猛之类的东西。对啊，可是他打牌都是奇数牌，为什么？哦，号召吗？也不对啊，号召也不对啊。Fuck！先把他盾盟处理掉。如果打这张，然后同时丢掉古尔丹跟灵魂看守者，我们就没救了。这就是没有带两张灵魂看守者的坏处。还在努力的敲脸。OK。我们应该就直接变身了吧，没有什么好留念的。他没有盾盟了，燃级毛兵。还是要那个啊，还是要多打一点价值。OK， 没事。但他会有刀之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来不及啊。这样我可以让他爆牌。哇哇！我应该没死吧？没时间看来用订阅支持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啊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哦，这个德鲁伊还蛮 pro 的，所以我们三四，这样还是会爆吗？应该还是先下这张。等一下，这样会不会爆牌？不会吧？因为我还是要打一张这个吗？可能会被自然化搞就是了，可能会被自然化搞。旅行行李箱会放很满吗？不会。放很满的话，很少买衣服怎么办？买东西怎么办？他有解武器吗？我们看看。所有人都要屈服。给我找龟子来！我靠，他什么时候那么多费啊？啊！降二分之一，降二分之一。我真的不好。Shit！ 我忘记了。我觉得应该直接大招开下去了。吃屎吧，德鲁伊！我相信我们可能有古尔丹。这家伙会很有用，大概。猫泡泡，就跟他拖着呗。希望他没有939啦，那个蜘蛛啦。他只会近点。哦，解掉了。我这叫乱中有序。不过我们疲劳还是领先蛮多的，就是到底有没有呢？哇，这不大好，可能还是解得掉啦。西瓜还是一张很高价值的牌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如果没有怎么办？应该就投降了啦。先出下去呗。他手上完全应该没都没有生物。Shit， 最后一张是什么？
我快没有牌了。这样是不是输了、啊？这样好像输了。输了啊！所以检讨下来，应该是不要那时候直接下虚无区了，应该是等到过单。我觉得，应该是等到过单下虚无区会比较好。你赢了，但是你的世界还是会毁灭。